们至今已经上了多少节课了，有没有这样的统计？40节左右这样的了，40节课。是每一天都有一节课吗？星期一到星期五的10点和下午3点，一天2节课。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有这样的想法的吗？因为我看到很多华人都为这个事情做贡献、做奉献嘛。可是我在想，口罩我提供不了，上去抗疫情我也做不了，所以说我们开一个直播课，在家里面带大家一起练习，然后帮助大家，降低到这个恐慌，然后还可以帮他们加强这个免疫力。很简单，因为这只是我们能做的，因为健身行业不是我们能做的。网上的免费的直播课就是真的 open to public， 我们直接公布我们的直播账号，任何人想看都可以来看。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点经济收益都没有，大家就是凭着一种社会责任心吧，就觉得是我们该做的事情。然后任课的教练呢，就是课时费用是健身房来负担，我们来负担这部分费用，也不会让教练做白工，这个也不好。所以教练付出自己的就是时间和精力，健身房在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一些给教练的补偿，把大家都一起来做一个就是有益社区的公益的事情，是这样想的。那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课程的设置是有经过你们特别的安排，还是说就是看哪个教练什么时候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就发起了这样的？我们是之前有详细的做课程的安排和计划，是根据我们多年的这个健身的一些经验，根据社区的绝大部分学员的普通人的需求吧。现在这个时期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免疫力。如果你训练强度太大的话，你第二天因为在训练完之后，你的身体在24小时之内或者48小时之内，它身体是非常weak了。这个情况下，如果你量特别大的话，你确实身体特别虚弱，也比较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尽量安排的就是能让大家稍微放松放松，拉伸拉伸，再运动运动，提高一些身体的机能就可以。因为我们的动作就是设计的训练的方式其实不挑年龄，不挑性别，完全也基本上可以覆盖所有的人群。我们训练的时候很多动作我们会给出简单版，或者是稍微有点难度的版本，可以做不同的动作的训练的参考，就是动作的频率啊、强度啊、力度啊，全部给他们不同的选择。所以一家人在一起训练的时候，从老到少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运动。我们这个直播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当时直播那个时间之外，它实际上之后24小时可以无限的回看。那我这边还有一些学员的反馈，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人 work from home，所以我们上午和下午那个直播时间有可能他是不能当时马上跟着练的，他们晚上下班之后说是下班之后，实际上就是从书房出来之后吃了晚饭，又把我们的录播的内容调出来，大家一起家里的爸爸妈妈和小孩一起跟着练的，这样也有。其实我们现在除了这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这个课程，还有一些不定时的一些主题性的课程，就好比梁教练现在正在做计划要做的一系列的一个产后修复，针对这种特殊人群的一些公开课，这个也是完全免费的。那刘教练就是在负责把这些对这课程有兴趣的人，我们有专门的微信群，所以他也会在那个群里头分享很多资讯，然后和这些有兴趣的学员保持一些联系。那梁教练就是主要在做这方面这个课程，他因为他是一系列的，不是一次课就可以完成的，所以他要做很多教学的计划和安排。这个也是完全免费 ，open to public， 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些直播课虽然是免费的，但是我们也有售后的服务，比如在群里面我们会回答一些学员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些饮食的计划，我们都有。整个的过程都是免费给社区服务的是吗？对。我跟你说，其实我们这里最夸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饮食是
比较营养、比较科学的东西，但是在外面买，其实真的买不到这样的食物，只有学员自己去做。我们也会给学员提供食谱、营养搭配，包括做法也会给学员提供。有很多的学员，包括妈妈们，他们之前是不做饭的，但是他们老公的反馈就是来这练了之后，他们家里有人做饭了。哇，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基本全家都吃得很健康，老公也跟着瘦，我孩子也跟着瘦，就是这种全家的健康，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生活。在这个疫情之前，你们有没有做过直播课程？那您觉得这个直播课程和实体的这个面对面的课程最大的，让你们感觉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们在线上上课的话呢，我觉得跟学生的心更贴近了，虽然没办法见到面，但是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按时来上我的课啊，然后又给我反馈，还又问我动作我做的对不对，给我发相片啊，我觉得互动比以前在线下更多了，就是很感谢他们一直在支持着我们，包括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要花时间跟家庭在一起，难得有这个时间嘛，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拿出一两个小时出来跟我们一起锻炼。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去帮助他们，从另外一方面觉得他们也在支持我们，在 support 我们，可能他们也觉得哎呀，教练你们这么辛苦开这些免费课，那我不来上的话呢，我也觉得对不起你们，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心更贴近了。现在就是我一个人去把门打开，里头是黑的，你再开了灯，就自己一个人对着空气喊，哎，我们一起动起来啊。你知道电话有人在看着你的，但是健身房周围平时跑步机上有人，对吧，器械上有人，那个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是肯定是有一些感触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应该会很快过去吧。其实从疫情开始，您这个健身房相当于停业快接近一个半月了，那休斯顿地区实际上现在这个疫情也并没有达到一个高峰，具体怎么发展也不是很明朗。您各位作为一个创业者，有没有对这方面有一些担心？具体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好，谁都没有办法说，对吧？而且就算真的复工了，什么很多秩序恢复了，大家的生活受了那么大的影响，包括失业率啊的各方面的影响，等真正所有的人的就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包括这种健身的什么东西全部回正轨，还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所以作为经营者来说，我们肯定还是有很多 concern， 然后也有很多担忧，但是大环境在这，还是这样说，我们也是尽量把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做好，然后hang on 吧，就是，然后政府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机构出台一些帮助中小企业的一些措施，我们也是能申请的尽量在申请，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帮助吧，我们也是尽量都是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现在还在。对，其实这个担忧确实是有，而且很多也很大。其实我们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房租上面，还有一些年轻的教练，他们需要这种薪水让他们付房租，让他们生活下去，对吧？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们也不想去 fire 某一个人，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团队走了这么多，走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想一起，我们也想帮助这些团队的教练们，也想帮助学员，但是最后真的是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多久。然后这个房租到时候会怎么算？我现在真的很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政策会怎么样，就是这个政策真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就确实这个时候，也许这个节骨眼儿需要我们自己去，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了。所以现在的担忧，未来的路各方面确实也是很艰难了。尤其像我来说，因为这个是我一个人一手慢慢打造到现在，有这么多。这么多团队成员，这么多学员，还有两三个店，这是你想想你的这四五年的辛苦，也许就因为这一个疫情直接灰飞烟灭了，但确实是令人担忧。现在我就希望政策能好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实在不行，我们现在也申请了
这个 SBA 的 app。 我们，但是像我们现在这四个股东包括大家，我们就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给他撑下去嘛，这个行业都要去好好的去做，未来前景我们也相信是好的。在这种心态下，你们觉得这种公益的课程仍然会坚持下去是这样的？对，因为我的健身房基本上刚开始只是有300尺嘛，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一点点从300尺扩到1000尺，1000尺又开到分店，然后现在1000尺扩到3000尺，就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其实都是靠休斯顿所有的华人社区人们的这种帮助，所以说现在也是不管怎么样，也是一种动力和一种精神要回馈大家嘛。所以这个就是互相帮助，去帮助大家身体健康，然后我们一起挺过这个疫情，然后我相信之后会更好的。当初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这个行业不光是自己有成就感，同时也能帮助到人，在这方面是觉得特别的觉得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行业。那么在遇到这种大环境那么困难的时候，还是要坚持初心吧，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起就是 fight 这种。我们就觉得只要不饿死，我们都可以坚持下去。对，就是这个，对，就是回馈社区，然后学员们都这么一直跟着继续练，然后很多的回馈特别好，他们也能保持健康，很高兴，我们就很开心了。